讲吗？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，在床上在一起。没有啊！当初是怎么告白的？在饶河夜市。哎、欸，不是在学校。你记到哪一任？欢迎收看《波波接地趣》。圣诞节快到了，你还是单身吗？我们今天就要上街问问看，路人们都是怎么告白的？走吧。想问一下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告白，或是被告白的经验？他送的那个花不是真花，是一个这么大概这么大朵的那个玫瑰花娃娃。我好像有一个是，他号召了蛮多人的，就搞一个就是那个小蜡烛。那时候是排有什么形状？好像是有一个走道吧，然后爱心这样。当下有觉得浪漫吗？当下是傻眼吗？会尴尬是不是？对，就会有一点尴尬。那你后来有答应他吗？有答应。你不觉得那个排场下如果没答应就？对，就觉得好像很尴尬。那你呢？爆料回转。好。求婚的时候。哎呀，等等，你结婚了？你是怎么被求婚的？他自创一首歌唱给就是朋友们听。那时候我们都有去参加他的求婚，他老公是找一些他的朋友啊、家人一起这样子。那时候也蛮紧张的，因为是平日，然后大家就突然下班都有来，很惊讶。就是可能会很常找你聊天，或是会送你东西啊，会常常出现在你面前之类的。大概是80%猜到他很喜欢你这样。你收过最夸张的？其实都还好哎。包手机都有啊，是什么 iPhone 吗？对，可是就不是送什么房子车子啊，我蛮想收到房子车。你说在追的时候就送到房子车子，我的价值观有什么偏差？我连手机都没收过哎。很多外国人跟他告白，很多。你是外国人的菜，外国人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告白，他们都花言巧语而已。就说如果我跟他结婚呢、他的存款全部都是我的，但是我就没有跟他结婚啊。那你可以证明你的存款给我看啊。那送手机包包也要看长相啊，好真实哦。他有收过手机，而且你这样看，收过两只，我都自己买。两只，对啊，两只吗？而且是有在一起过的啊，一直是没在一起。对，但在一起那个不是后来把你砸烂的吗？因为后来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，他就把我手机砸烂了。那个没有在一起的，他也没有说要收回来。没有，他人比较好。我想到我朋友的啦，告白的，超霸气。超霸气。对，他就是跟他讲说，反正只要他需要钱，他就是都会给他，因为他就说他最近要装那个牙齿啊，牙冠，一天三颗大概要6万块，只是 po 一个动态说他想没想到装牙齿那么贵、他就马上打电话跟他讲说多少钱，我马上拿去给你。哇塞，钱不用担心。然后还一直要他去买 iPhone 12这样子。那你们现在有另一半吗？哦，我有。你现在这是怎么在一起的？怎么了？不能讲吗？我可以稍微透露一点，在床上在一起。没有啊！他那个眼睛超大的，不是有穿着衣服的。啊，穿着衣服，那解释一下就没事了啦。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。你坐在旅馆里面，床上摆蜡烛，然后摆个爱心，带进去，告白，对，然后就可以。我知道他是以前的一个学妹，就画了一整本出版的漫画给我，最后还是告白啊，但我没有理他就是了。怎么这样？因为我很忙。这什么？里面都是你的剪影，是不是？就是可能什么投篮的画面啊，类似吧。哦，这个程度很痴迷，那你有留着吗？还是就还他了？应该有吧。你有看过吗？那本？我可能要回去翻一下。来，我要看一下，小心哦。那你之前有追过别的女生？算有吧。有用过什么方式？买马卡龙。为什么他知道？为什么他知道？我那时候买了很多马卡龙，然后也有分给他吃。成朋友，告白失败了，就别人没有收下，所以剩下的马卡龙就分给朋友，就变成请大家吃马卡龙。就是理想中你觉得最浪漫的告白方式，你可能一定会答应，就觉得很吃这一套的。我们都喜欢比较霸气的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反正就是要跟你在一起。我觉得其实现在好像不流行太多那种很黏腻的花言巧语，黏腻会觉得他。是对每个人，大家都可以都会讲，对，是没有你的那个个性在。对，你当初是怎么告白在一起的吗？是谁跟谁告白？电话，很久以前。你们在一起多久？7年多。7年多，大学就在一起了，所以不记得怎么告白。就讲电话讲一讲就在一起了。当初是怎么告白的？在饶河夜市。哎，不是，在学校。你记到哪一任？在饶河夜市。我们在学校那时候还没在一起，就是晚上可能会一起散步，就有一个座位区，我就坐在那边跟他告白，他没有答应，就是又继
继续很好这样。过一个礼拜而已。过一个礼拜，然后又再告白。对，那就是你说的饶河夜市。对对对，第一次为什么没答应？没有惊喜。对，就是一句话就想要在一起。那饶河夜市的是，哦、因为坐在旁边的那个桥，因为那边有一个什么彩虹桥是吗？对，你们当天在那边你是怎么讲？然后他好像有去拜拜许愿这样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去那个拜月老。有新的花招。然后最后就说，那你愿意陪我去还愿吗？这样。哦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答应的话。对，就是在一起。那后来有再补另外一个告白，是就是在宿舍帮我跟朋友一起筹划，就是我一打开门就是很多气球这样，气球中间、欸、对气球中间有放随身碟，然后随身碟在他叫我自己打开，然后再开电脑，然后影片就是告白的一些桥段。哇塞，哇好浪漫哎！你哎怎么把随身碟放到气球里面？哦，就是从那个就是有一个气球的那种花，然后塞在那个气球。那那时候影片里面内容是什么？他觉得后来还要再补一个比较惊喜一点、浪漫一点的告白，这样就他自己这样对着镜头讲。对，结果随身碟放错，是那个纯骗子的，没有，干净的，干净的，写信，稀有货哎、欸！现在还会做卡片的，真的是稀有到不行哎、欸！你收到以后，然后嘞，因为他最后一句就问说愿不愿意当他女朋友，嗯、然后就当场。有哭吗？有哭，因为我觉得看文字其实很当更多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还是有用的。那你们愿意就是现场再告白一次吗？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？哦，就再继续努力。努力怎么生小孩啊？再浪漫一点啊！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这种事情了。对，我所以让你们重新体会一下那种害羞的感觉。重新告白吗？对对对，重新告白。如果今天还没在一起的话，你要当我女朋友吗？OK OK OK OK， 你愿意就是现场再跟他告白一次吗？你要再跟我在一起一次吗？哎、欸，你好歹看人家眼睛好不好？你要再跟我在一起一次吗？再考虑一下，太多了，太烂。你可以现在再告白一次吗？一定要告白吗？对啊，告白还是亲一个就好。好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你自己加嘛，亲一个，亲一个啊。中山防疫破口。